大家好，有去过台湾玩的朋友呢，一定会去夜市饮饮食食的了。但我们香港都有美食街夜市，你们知不知道呢？它就是我们周边身处的粉岭。粉岭华明村街市重新装修之后呢，改了名做华明市场廖摊。店铺将会营业到晚上11点，可以说由朝食到晚。新场里面有超过50间的店铺，有超过16间不同的小食登场。除了由旧街市过渡来的老店，会卖炸虾、炸薯条、炸鱼块、炸鱿鱼圈这些小食，更有新创的黑白色烧卖，更有引入来自台中的台式饮品，亦都有泰国大厨煮来的泰式河粉、串烧，美食类型相当之丰富。街市的营办商亦都花了很多心思在商场的外形和内在的装修，以瓦片铺头的屋顶、木雕花窗，再加个红灯笼，传统仿古石油院的主题来设计这个市集，希望给到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给客户，等他们来打卡压力。如果大家对这条街或附近商铺有兴趣，欢迎随时致电美联旺铺。